这个吧，咱俩摞一起的。摞一起摞不下。也还是你有招啊？有招吗？这一瞅都是这么难的。这个撇里头去。没了吧？没了。上车吧，我那包给放后座上吧，放底下就行。人早上起早就来南了，可凉快了。屋里这大灯都到了，完了之后今天晚上给送过去，明天早晨陈师傅6点多钟就来。走，应该能过去了。技术，前钉，这嘎都变成停车场了。这嘎这道他妈这么宽，这车停太烦人了，咋停太多了？不是那个小区，那天他们把车停这上，实际停这上挺安全。不要，回头贴条不一样事吗？800块钱。这上很少了，来贴正背地方了贴条。哎妈呀，你贴条的哪儿都贴，你要是遇上贴条的，这哪儿都贴，不管你搁哪儿。好了，完了，我再唱这个不是那个，都不是给人家高一起。时间别走了。哎呀，扎住上。哎呀，这屋都有灯了。这些灯接上了吗？接上了，这不亮吗？哎，我还去取这个灯去了呢，我寻思这屋太暗了，瞅不着。那没取，你灯接上不打开，你就体验一下子吧。那体验一下咋样啊？晃眼睛吗？挺好。好，那再接一个就亮了。哎，我花10块钱买这么个玩意儿。这是啥？这也是灯呗。啊，那也是灯，对，有那事儿。好，你都是那啥色儿？灯泡。哎，浩哥。嗯。是不是行？啊。放床头，这挺好看，这10块钱。放床头的。啊。啊，这是那风扇灯，带风扇的。带风扇。咱俩卧室搞两个带风扇的灯。这样式儿吗？对。这安上就知道了。这咱们会整的，不懂。这就是风扇哈，这是风扇叶子吧？带刺儿的。对，我看见过这。这个搞俩卧室，一个卧室搞一个。啊，这样式。哎呀，这个挺大啊。这是啥？这客厅的吧？客厅的上边的头灯。客厅上边的。嗯。这家挺大。哎，这就这儿的。他说我这家热的，汗如雨下呀，哈。啊。这个是啥？这是不是的吗？啊，不是，这是小院的灯。啊，小院外边，对，小院外边那俩灯，这高这边行啊，给它放门口，它就知道了。这个给它高这儿，看，这就明白了。这个剩这最后一个，这是那屋的厨房和卫生间的灯是镶在吊顶里的啊，给吊顶里头啊。对，吊顶里就这个啊，这是圆形的，哎，啊，跟这个都是一套的。这挺好。这是接出来一块管的，这个小院的水龙头，一个两个三个，这是洗衣机的。洗衣机的，这是，这就完事了。没事。还缺这上边的三个射灯，明天到。那三个灯，对，那三个灯再来这灯就全了，对，就完事了。卫生间和厨房，那个就以后那啥了，射灯里边是吧？嗯呐，走啊！窗关上，关上了。关上。我爸怕丢。见你好啊！啊！哎呀，这家伙烫红了。烫红了，你肩不得见这样？哎呀，
这回比上回的烤的都好。嘿嘿，上回的烤的没起来呢，是没熟啊。不是没熟，油小哈，没有油。对了，你跟这能一样吗？啊，这是我跟我爸昨天打包回来的，这是宫保鸡丁，一盒都没吃。这是个粉丝儿，这粉丝儿咕嘟一下也能好吃。刚这白的配配，刚锡纸，来点油，这个白的。哎呀，这叫不少啊。嗯，一盒子。小点火吧。哎，来点汤。嗯，白菜下水呢，好吗？对。小龙虾料。嗯，行，味儿正。好料理。小豆腐，来点。这白菜不少啊。可以来点盐。哎，那这汤这色儿就行。这啥互相能炖下来？炖下来。你就光那炖的，就炖的，这白的水给炖出来，嗯，那才能好吃呢。这昨天这粉丝咱俩都没吃了啊。哎呀，这我爸看可惜了，给打包回来了。啊，对呀。能高兴吗？啊。他这是粉丝宝，是啥一锅粉丝？粉丝宝啊，肉末粉丝，哎，这个。炖白的。对。哎嘿。就会开出来了。嗯，没事，能高兴的呀。串个味儿就能熟是吧？对，对对对。好的。他这菜欠挺大啊。对。好的。基本上都不用欠。嗨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妞。那个昨天的菜打的包，今天又整一顿儿。吃的又挺好。仨菜儿，开饭，开饭，开饭。昨天俺们那是套餐238，主要吃那水煮鱼，单点不合适。粉丝吧，越底下的越好吃呢，是吧？这玩意回升了吗？嗯，回升，这个不咋回升，这个因为它泡时间短。这有点不像粉丝，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那回炒那个米粉。嗯。白的跟底下呢，你吃白的再拌拌。嗯呐。尝尝尝，这肠煎的好吃了。那天没吃出啥味儿，今天这回行了，有点发甜，是不是？自助餐那地方有这玩意儿，就跟那个长的那个台肠，它俩是差不多的。来吧，底下这个泡汤才好吃。嗯，一会儿来点大米饭，这吃大米饭杠杠。这就菜了，不吃了还吃大了。剩这些白菜呀，这些白菜这回都吃了，这个招挺好哈。嗯。白菜也吃了，粉丝也吃了。回家能整点蘑菇了，整点蘑菇，腌点蘑菇拿来。能吗？立秋还有三天，立秋了吗？那三天就过去了。妈呀，没整咋劲儿？又过去了。东北一落立秋就冷了，到末伏了。嗯，立秋妆就变黄了，咱们回来的时候妆就黄了，正采蘑菇是吧？我记得采蘑菇都穿那个长袖啥的，是吧？那都可冷了。8月末不穿长袖了，可冷了。现在不10月末吗？10月末你回来待一段时间呢。啊。东北11就下雪了。11了就上冰了。你在姨他们那儿，那天我跟你妈你二姨我们去，人那地方那采蘑菇就出门就采，他家那谁你二哥，这不俩做的饭呢，那不俩现吃现拿筐上外边摘摘半筐回来，都知道给哪儿长的。也是那真蘑吗？都真蘑，出门就是树啊。那玩意儿下雨了，那一圈帐子上夹帐子那木头上就长出味儿。下一步准备接着美缝了。嗯，下一步准备美缝了。美缝有快活了，美完缝咱俩就出发了吧。嗯，那个卫生间厕所的吊顶灯活跃着。嗯，
我那天就问去了，他说得十来天呢，连量尺带做呀，十来天我不等他了。回来就回来，不着急。这放个山北上。嗯呐，就是零碎吧，零碎活比较多。本来说是我跟我爸说是三天五天的，但是现在一看这不行，你光那个等就等好几天，是不是？你有的时候不凑巧，不是说你今天这个完工了，明天那个人就来了。再就还买的这些灯啥的，我耽误事儿了。之前买好了，是不是？你那屋开完漆不得亮吗？是。那现在也干了，都干透了。干了。啊！昨天我去我看了，都干了。他那玩意要是那啥的话，就是一见风的话，暴晒的时候它就是裂成那个口子。要裂的话，现在就能看出来了。那当然了，那裂干了。我爸天天去都得溜一圈。对。你看来口不啦？那少来点白酒。少来点啊。就是正些菜呢，还。今天倒的有点少。嗯，那饭店的味儿。来。饭店的味儿了吧？饭店的味道。嗯，行。嗯，那就签上了。哎，我那喝酒总是这么多。今天过节，今天八一嘛。八一。嗯。八一就过节了，一天节日也怪多的。当兵的今天不正是过节吗？八一建军节吗？啊，可不咋的。那还。今天八一，这离的这给这嘎达雇的，要给家乡的话，就是战友今天得给一起得凑一桌。你们那是那个啥时候请你们吃饭了的？这是八一啊还是七一？七一，共产党。啊，七一。长了生日，那是人家支部。啊。我等的又挺长的。多少年了？七八年，你算多年？76年当兵，1年半入党，78年入党，40来年了。你们那时候搁部队不参加拉练是不是？我爸是后勤兵。大型的咋不参加？大型的参加。平时天天训练啥的，一天跑多少公里不参加？那不参加呀，你找人家做饭呢。头二年参加，头二年我是机枪兵。这你咬啥玩意嘎嘣嘎嘣的呢？这肠里的，这肠是啥肠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鸡肉。是吗？那你看我咬了。鸡脆骨。鸡脆骨。这个玩意儿你不能狠劲往里突了，突了容易喷嗓子，是不是？嗯。不辣，一点都不辣。吃饱了。吃饱了，剩下这一大盒子。那我造一大半儿。嗯。是不是？昨天那水煮鱼好吃，是特别好吃，但就是油挺大。正宗做法一点都是油，没有水，没有水。我看那个网上他们拍那个视频，也是把那个鱼肉垫底下，完了之后夸半锅油全浇里，沸腾鱼吗？全是油，没有水，全是油。嗯，它那个鱼肉是使那个油造的，豆芽。你等咱们在家做就是高水煮，豆芽都是那不行，完再浇油啥的，没有这个香。没有这香，你没有这嫩。嗯，就剩不点了。嗯，粥的。来粥的吧，干杯、嗯！干杯！干杯！跟大家干杯！嗯，吃的挺饱，喝的挺好。吃的饱，喝的好，香。对付一对儿，俺们爷俩这两天总监不在家，俺们食欲有点大减哈，供不上去了。呵呵，那个这两天投票麻烦大家了，太感谢了。2号、3号、4号3天，那个特别感谢大家，感谢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好朋友费心了，嗯，费心了。